这一仗你怎么跟我打呀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盛楠姐，我和我哥和好的事儿就靠你了。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哥一直对我有一些误会，你先不要告诉他。好。盛楠姐，车行有比赛，过来给我捧场啊。你来车行，我教你玩车。照片的事情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哥可能对咱俩的关系有些误会。放心，我会和我哥解释清楚。盛楠姐，你怎么不理我？我爸去世以后我好难受，好想找人和我聊聊天。盛楠姐，我可以去你家找你吗？无论我接下来做什么，都别离开我。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么哄你，你都不理我。行，那咱俩以后谁也别理谁。咋的？谁呀？坐好。和陆贞，你别跟我提陆贞，你们俩兄弟之间矛盾，非得拿我撒谎。孟欣杰都跟我说了，你要演戏，你跟我说，我也可以演得很好啊。把他放下，他是无辜的。本来我也没打算要认他。别生我气了好吗？真的饿了，自己煮面呢。你给我煮。想得美。那我不如想得再美一点。